我们要我们的 area 最大的时候呢，我是一个正方形的。OK，这样我的300除以4的情况之下呢，我会拿到的是75，所以我四边都是75的话呢，这样它的 area 会是最大，因为我75乘75，我可以拿到的是5625。可是现在那个桌子我要遮热的桌子，它这边只有70了。这样我就拿70，OK，它的长是70，我让它的长是70，它是一个长方形，OK，就是说它在这一边，这两边都是70，70，这样我的300 cm 呢，它就会变成300减掉70再减掉70，剩下160除280，所以这一边是80，这边也是80，8756。5600，你可以看到它是小过5625了，所以最大的情况之下是5600咯，OK，然后它没有遮到的会是多少呢？你就心里想，哎，这边我其实是用了这一个地方，我这个部分80遮了，我遮了这个地方，那我剩下20的部分没有，所以其实很简单的，你的那个 B 的部分就直接。20乘70，1400就可以了。OK，可是题目呢？他说整个桌子是那个70乘100，7000，然后那个桌布是5600，然后7000减5600，这样我的这一个方法只有直接20乘70会更快。